上帝，保护是肯定的。亚伯拉罕担心他的生命，他要求莎拉他的妻子叫他兄弟，混淆国王比米勒。该男子认为比米勒的人们可能会把他的妻子和杀死他。然而亚伯拉罕谁的思想，他很聪明的谎言试图保护他的身份已经失败，意识到他的神能够保护他免受所有邪恶的故事。亚伯拉罕的不合理决定要隐藏他的身份，报告说，现在亚伯拉罕说的塞拉他的妻子，她是我的妹妹，和米勒国王的基拉尔颂，并把莎拉。但上帝来到米勒在一个梦想晚上，对他说，事实上你是个死人，因为女人你已经采取的，因为她是一个男人的妻子。但是米勒没有走近他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会杀死一个正义的国家吗？有没有，他没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妹，而他甚至他说，他是我的兄弟，在完整的我心脏和清白的我的手，我已经这样做了。而上帝说，他在一个梦想，是的，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，完整的你的心。对，我也隐瞒你从犯罪，对我，因此我没有让你摸他。现在因此恢复男人的妻子，因为他是一名先知，他将会为你祈祷，你应生活。但是如果不恢复他，知道吗，你应当然死了，你和所有谁是你的。创世纪20:2-7教训，基督徒必须理解，我们的神是永远能够保护我们从我们的敌人，无论什么情况来自我们的方式，上帝会保护我们，他还将荣耀自己。因此相反的，任何信徒有趣的怀疑和或寻求不可替代的解决方案，他的应该行使的信仰，他应该提醒自己的承诺，上帝列在圣经造就他的信仰的。圣经指出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我，你可能有和平，在世界上你将有大灾难，但是放心吧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16:33，上帝，和能够照顾他的孩子，他会来救我们的时间麻烦，不论来源和发生，而且是否错误涉及从美国或其他人，上帝将仍然是上帝，他会来的，对艾滋病的他人荣耀自己。因此必须信徒放心忠神的始终，我们必须让专业的信仰完整的期望上帝是胜利，是确定了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昨天今天和永远。希伯来人13:8，祷告，亲爱的上帝，请教我如何相信你在逆境，帮助我表达我绝对信任你，总是这样增加了我的信仰，来总是信奉的声明信仰在逆境，给我力量宣布，我知道我的上帝，我担任他会救我每次狮子和每一个巨人的生活，请把我的艰难周围的局势成为我的证词，使得非信徒可以听到他和颤抖，让我信仰坚持你，所以我可以继续宣布你的证词，善良的土地生活，在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的请求，阿门。